恭喜小溪车管点已经迈入第五年了、哦。那这五年的时间呢？那小溪车管点目前呢，已经在台湾的汽车是媒体中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哦。那我们期许呢，在未来的五年甚至十年呢，能够为台湾的汽车的历史呢写下新的一页。谢谢大家。